又不喜欢，你喜欢你就期待。我们这个两位准备要来爆料了哈，有没有曾经被出卖的经验呢？基本上我今天会出现在这个通告，我觉得我就是被骗了。哎，怎么说？不是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妈妈，那个你哪一天下午的几点到几点，你有没有空？我说哦，有空啊。啊，那我们接着通告。我说哦，好，什么通告内容？他就说哦，大概哈，就是那个什么情人节啦，他就是要这么温暖卖那个就是夫妻晒恩爱啊，或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情人节的那个 OK 的一些情人节特。在情人节特辑，完全不相关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们制作单位啊，这个这八九年来，我们就是用骗。结果我们一路才走到走到现在。对，通告的时候，我看我说这什么爆料出卖，这完全根本不一样。他说啊，没关系了，反正一个人就赚钱，比两个人赚比较快。对，而且你音乐剧刚刚才结束，反正你也没事嘛。对啊，两个人都有通告。我们这个诈骗集团，我就是首脑啊。对，我帮忙讲，如果没有惩罚，我们怎么会叫做考验呢？对不对？板凳。见忠贞，万难可以见真情。两个人是否要劳燕分飞呢？还是他们愿意死守的这一片焦土呢？来，残酷二选一，你要爆料还是惩罚？欢迎魔王出场。是。哇塞！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这是惩罚还是？这是惩罚吗？这是惩罚吗？还是奖励？你要爆料还是惩罚？他越靠近你了，你可以慢慢想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可以慢慢想。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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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懂会懂会，真的很大。你选爆料就不用惩罚。那个毛跟我一样呢。好的，你有看到那个胸毛对不对？对啊。他等于是肌肉界的泰斗。因为他很会抖，一直在抖。然后惩罚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好好介绍一下，胸毛模拟，你的脸要在里面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会不会他就欣然接受了？对，会不会你根本喜欢？你喜欢你就期待。我们傻魔王，我们故意找到一个跟 Terry 有点。对，哎，这是猛男秀的服务项目哎，大智大智大智。好，请你告诉我们，想爆料还是想接受惩罚？朋友啊，就是来来回，你常常会碰到一些坏朋友，换掉就算了。闺蜜也是会来来回回，但是夫妻只有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也可以来来回回。你想到重点了，就是他已经从老公晋升为孩子的爸。好，你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我选择爆料。哦 ，I'm sorry， 要爆料是吧？对，我要爆料。但爆料爆的不好，我那边一 Q 他忙也是处理，要处理。好，请爆料开始。好，你们不要看 Terry 这样子，就是高高壮壮，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就是哦哎，但是他外强中干，对他其实很怕高。他有巨高，然后他喝酒其实真的不怎么样。哦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原住民很会喝酒。他有一次，他就是我们要回部落嘛，我们住那个大概800快1000的那个1000那个海拔，他就边开边冒冷汗。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是怎么了？还好呢，开车会冒冷汗。对，他开车冒冷汗，因为那是产业道路，而且没有路灯。哦，然后旁边是断崖，那个下去就下山了呢。下去了，对，那个其实我心里想说你还好吧，帮他擦汗之后，哎，脚边还是湿的这样子。我想说应该还好，我说快到了，快到了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其实酒量也没有很好，回家跟我爸爸喝酒的时候。晚上睡觉，在我山上的家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厕所在哪，他就是可能忘记自己以为在台北，他就门打开之后，我就听到塑胶袋的声音，我说不妙，我已经听到水声了，我就赶快把那个垃圾桶推过去，他尿在垃圾桶里面，而且他是呈现一种半蹲的姿势，我很匪夷所思，半蹲，半蹲的在尿。蹲着比较好啊，不会乱乱喷的 ，OK 的，其实是蛮好的。不是，他在有地心我弟的房间呢，那我就只好赶快，我没有办法拖着他，拿算什么宝嘞？我有一次喝醉了，回到家想说一定要厕所尿嘛，对啊，哦，就是猫厕所尿好习惯，终于有门把，一开门是哎。一开门灯就亮了嘛，哎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感应式的，感应式的尿，然后就开始尿啊。后来头后脑被打了一巴掌，哎怎样？我开的是冰箱，打下去，打
打下去才是真的事情。怎么可能献歌？天哪，到底有多醉？后来家里的食物全部都换了，都报销了。那这婚前的婚后没有了，婚后没有了。这个应该婚前可以吗？我觉得可能因为你中间又补了一个能量在冰箱，你那个很精彩，你那个冰箱太精彩。还好不是要大号，要不然屁股就进去了。冷冻拉在冰箱里面，我觉得。小抹吧，小抹就好。小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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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处理，小处理，不用抹抹，小抹就好。就这样啊，我沾一下，沾一下，处理。还要沾，小沾一下。来，这是福利啊。好的，哎，好好好，小抹福利，是福利啦。好，抹完我回去，我回去，我让他老公在。好，这个福利。不行不行。好，来 ，Terry， 你要选择。爆料还是惩罚？先看看我们的魔王。保持距离，他特别为你唱首歌，《我的一颗心》，来，哎，我的一颗心，献给一个男娃娃，只有他记得清，为了我去亲妈妈，我的一颗心。好，我可不可以请教练帮我模拟啊？没有，你不能选，我们是客制化的，客制化，客制化。对，那边还比较舒服。不行，这边还是胸毛抹脸，这边是。死亡之吻，哇哟，真好！怎么样？你要选择爆料，还是要接受惩罚？其实我第一个料我觉得有点猛哎，我本来考虑要不要带到棺材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是你不要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讲了会出事，所以我所以要听我吗？好了 ，I am Terry， 出发了，出发就出发。先到，辛苦我讲明天。